今年在洛神的大气球游行当中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，所以呢，希望各位可以给他多一点的掌声，好不好？有没有觉得他的耳朵很可爱，脸又圆圆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的刘易兔呢，也会360度的大旋转跟大家打招呼哦。我们这个呢，游艺工厂今天有特别设置摊位，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那边去看看，认识一下我们游艺工厂。那今天呢，是特别在墨石丹大游行当中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，是我们可爱的游艺兔。好，你好。